野哥，野哥，你的零食评测好久配哦？啊，再睡一会儿。兄弟们，坐车。开机，开机。天气越来越冷，野哥每天起都起不来，所以说今天野哥就给大家带了一个那个办公室懒人专属的零食大礼包。然后今天我还专门邀请到了一个我的杠精同事何杠三同学。我觉得我一点儿都不杠。我觉得你是杠精，你说你不是杠精，那你是不是杠精嘛？那我们今天的评测走起，第一个无骨鸡爪，很好吃，反正没骨吧。它的汤汁真的好多，然后它是那种酸辣口的，就有点像是那个我上次去泰国吃的那个柠檬虾的那个味道一毛一样。我真的觉得它闻过其他平台的所有凤爪，真的超级的好吃，还挺有看 QQ 弹弹的，它味道真的好快闻哦。而且这个无骨的，它比有骨的方便太多了，它就把里面的这个全部剥出来。但是有骨的它麻烦要啃好久。我啃那个超快，你是不是没见过我啃？见过，啃一包给你看。听说你要帮我比吃，没有事，你要给我来，把你的东西拿出来，你把我的大宝贝亮出来。三二一，一个四。什么叫先生？嘿呀，都是情理之中呢，嘿，怎么会带有骨头的跟我比 ？OK， 我们下一个。掏起我的第二个懒人大宝贝，就是一个冻干。我觉得它真的味道都怀念比剑心柠檬的味道还要好。你们看，是不是好打？它每一段里面都是选取的这种柠檬中间最最大段的这个柠檬片。那剩下的部分怎么办呢？就是在你杯子里啊，给你们看。我旁边阿元他泡的这种，就是市场上这种，应该是在台上卖的，是不是？超市。你来包出来看啊。有他这个。你看啊，就是好好垃圾啊，他这个味道又没有，大小也没有，干干瘪瘪。然后你看我的这个冻干柠檬片，就是完胜。真的好方便啊，这个柠檬水真的就是百分之百新鲜柠檬水的味道。我不信，你去现切，肯定比这个好。那你再去搞一点切。battle 嘛。来来来 ，battle。好，我现在准备让何杠三同学来盲测一下。我有个问题，你没有加？你说。喝的东西吧。刚强强哥去趟厕所，我也不知道。然后。Surprise！ 我们第一个先给他这个。哇，这肯定是普通柠檬，好苦啊！来，我们第二杯试一下啊。这个应该是现切吧。糟了，开始有点自我怀疑。画面都模糊了。第三杯试一下。我有点分不清那个前面那杯，我能不能再喝一口？来嘛，来嘛，再喝一口。亮亮，你拿，你拿到去，你拿到去。这个是啥子？这个啥子味道？有点像牛皮筋筋的味道。兄弟，你给我喝那个是能喝的吧？我觉得我现在说话都在吐泡泡。你自己揭开眼罩。这个闻的好死啊！谁能告诉我这个能喝吗？我柠檬味的洗洁精。第一个你答对了，第二杯是冻干吗？第二杯是我的冻干哦。好吧，打扰了，再见。又不是美白 VC 补充，然后又很方便，你屁股都不用挪开就可以在柜面上面擦。那你不是挪开吗？现在？我掏出我下一个大宝贝，它是非常适合中年朋克养生少女的这种罐装鸡汤，特别的方便，就你随时随地都能够喝到鸡汤，随时随地都能够养生。问题是它还特别的低卡，非常有营养，它这个汤非常的入味，特别的好喝。就关键只有鸡汤好喝些。那你个人去楼下买。去。
再见，来，我给你们泡一杯啊。注入随鸡汤赠送的天地精华，悠闲的等待八分钟，打开盖子，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大坨大坨的鸡肉炖得稀啪烂，就像我老汉炖的鸡汤一样香。比较多，我有花椒钱是可以自己煮自己拿来看竹笋排骨，但是我楼底下可以喝出来，他们说他蘑菇汤、排骨汤、紫菜汤、番茄汤、四川大骨汤，但是我又把他给弄成高级了。哎，老表，老表，老表。同志们，我现在要拿出我最最最最最喜欢的一个，这个香辣蟹汤，你们看，哇，真的是美美的汤汁，直接打开给你们看。不要看这个蟹仔啊，你感觉它小小一个，但是它里面特别是母蟹，它的那个蟹黄超级的多，超级的丰富，真的是。它这个盒子这样装，满满一盒，非常的方便。哇、哦，都是我点外卖很方便啊。活动三桶说，你今天是不是全程从头杠到尾，是不是？为什么点外卖螃蟹比你大？你点的都是虚胖，你才虚。你才虚。那我真的点一个。对，你点这样嘛，我们那个活动三桶说他点一个，然后我们大家都一起来扯一扯。我给你报销了。周强哥开发票，来来来，你们这群猪吃那么多，又有了又有了，剥一个。而且你看，它这样剥开也超级的方便。哇，你们看，哇，抠出来超级多。哇哦，喂我的粉丝朋友们吃啊！你看看这个，怎么晓得啥吃的？你娃？你点得到的吗？没有，它这两个小时，但是我的点位很大，可能是你这个三倍大。啊，感觉这么大？好的好的，你们自己尝一尝。对，我这尝不出。我也可以倒一下，还可以吃十个。强哥吃成了这样。哥们儿，让一下，让一下，来来，省位给我。哇，终于来了。来，强哥，这别哥，你这个蟹也太少了。他这个还是海蟹不得行了，味道还不行。不是，你真的看一下我的这个，你这里面豆，我们几个人的豆吃来也就几只啊，三只海蟹，三只勉强。我这里面大概二十多个，你那个真的不行，他这个通，你搞真的，你搞哈我的梦圆，你这个味道、味道又很干，真的。而且里面真的没啥肉。我给你，我给你说，吃点海蟹。同志们，我的这个比它便宜，如果吃蟹的话，肯定你也 pick 我的。好嘛，如果吃干锅可以 pick 一个，它里面土豆好吃，它里面土豆还有点好吃。明天你们再 battle 一次呢，就感觉好像今天没有吃出来特别明显。你还有没有吃出来就吃最多？最多是你啃的绿包。啊啊！怎么了？报告，啥子？屁股撸啊！啊！报告。谁报告了？你不要倒到碗里面，我们还吃的。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的懒人大礼包啊，都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懒癌宝宝。具体的。我就不多说了，产品自己会说话啊。我觉得你这个还是不得。又来了，是不是红糖山？你刚刚的香辣蟹完败。不是，我只想说，我假币我已经懒到，我吃都不想吃，我脚都懒脚。难吃。等一下，没想到，如果懒癌宝宝脚都懒得脚，我建议你就去吃，多吃那种什么老奶洋芋、干果冻啊什么的，这个超级好吃的。是什么的牙齿可以吃吗？哦，好，那你再加一个这个。今天的评测到此结束，产品自己会说话，就结束了。Guys, I'm Missie. Please give it a big thumbs up down below this video, subscribe my channel, and don't forget to click that bell icon next to it. You could also follow my Instagram and Facebook page, and let's talk more. Love you!